Hello，大家好啊！又系我 Steven，同今日同我叫喂，系咪应该首次同框啊，Matt？喺呢类型嘅 video 真系第一，首次同我框嘅兄弟。系啦。咁啊，on and off，大家会见到我哋有唔同嘅 video 啦，包括新力事务所啊，我同阿 Eve 开 live 啊，有时候唔同嘅嘉宾啊。咁有得我同阿 Matt 今日咧，其实就要介绍一个大家可能认识或者纯粹听过名嘅一个大老师啦，系啦，Doctor B 啦，系啦。咁因為我哋好開心，今年就其實好幾次啦。我諗話 Matt 你又負責翻譯啊，中間幫手啊，咁啊去做一啲，例如較早前 Doctor B 係我哋喺度同香港嘅同學仔啦，同澳門嘅同學仔啦，咁仲有啲 online 嘅 chanting class 啦，咁亦都有一部分嘅同學，我相信認識你啦，因為揾咗你做一個一對一嘅聲音保護諮詢啊，或者嚟個中環 studio。我諗亦都感受過，譬如四臂觀音嗰套 Dietis 嘅煲嘅聲音煲 group session 啦，你自己好中意用嘅Medicine Buddha 啦，藥師佛明白嗰啦，套煲嘅聲音煲 session 啦，係啦。咁因為on and off 啦，我唔知阿 Matt 知唔知啦。因為越嚟越多朋友，包括我自己 one-on-one 可能 human design 啊，或 time waver 嘅諮詢咧，都會想成為一個療愈師。或者近呢幾年，我諗喺香港咧，一陣間你可以分享下啦。亦都越嚟越多人接觸療愈呢兩個字，或者有個意識知道要做療愈呢件事啦。咁你知療了愈解。都分好多種噶嘛，有能量嘅療愈，啊，你或者 Dr. B 嘅，我叫唔係叫派系嘅，即係嗰個叫系統，主要就會用到系啦，聲音好波複啦。大雜家啦。好多人都知噶啦，即係而家 even 都其實我都唔係淨係香港啦，即係 VR 好多嘅酒店啊、度假村裏邊都會有呢啲我哋叫 service 啦。好，咁冇錯。較早前我哋都揾個 Doctor B 做過訪問啦。咁啊，所以今日咧點解會有呢條 video 咧？就係因為好多唔同嘅朋友啊都問到咧，因為知道大老師咧12月10號、17號呢個 weekend 咧，kind of 就抽百忙嘅時間裏邊咧，就係我哋自己嘅 community 嘅朋友仔啦，係啦，或者好多。成為一個療愈師啊嘅朋友仔啦，咁我做一個工作坊啦，咁啊不如就當年我諗6、7年前，點解我有機會認識到 B 係因為富嚟啦，係啦，咁呢度我又 show 一張我哋三個都好後生嘅相出嚟，系係啦，那些年。啦，呢個就係那些年啦，咁啊第一次因為嚟嘅介紹，所以我就喺澳門一間酒店裏邊就揾咗 Doctor B 去幫我做一啲 healing 嘅 section 啊等等啦，咁所以咧。我就覺得我叫其實佢又唔係好老嘅啫，不過我叫佢老人家咧就比較煩。系啦，今次咧我就揾咗你去做呢個叫做 interview 冇 kind 错，of 傾偈啦，係啦，因好為啦，你分享下，近呢幾年係比較 work with 佢比較我叫近身嘅其中一個徒弟啦。咁你不如你復嚟啦，Matt，可唔可以介紹俾我哋大家知？係啦，因為有啲嘢可能我都唔知，係啦。其實你點解會接觸到得 B 啦，或者你跟佢學習，或者其實佢係一個咩嘅人？乜咧？我咁樣講啦，不如。系啦，咁我谂或者我当大家如果都有机会而家睇到呢条片嘅，咁我觉得就我纯粹当大家未必咁认识 Dr. B 嘅先，即系可能有听过啦，或者冇啦。咁我自己就可能听，我都系第一次听佢呢个名嘅时候咧，我都应该有10年8年啦。咁哇！当年咧，我自己系啦，纯粹都系开始有接触好多疗愈。咁系当然嗰阵时嘅时间或者时代啦，咁嘅资讯就冇而家咁多嘅。就冇咁多人去講解咁多，究竟乜嘢係療愈咧？係啦，你身體有一種療愈，所謂情緒有一種療愈，靈有一種療愈，咁究竟係啦，係分開晒啊，定黐埋晒啊？其實即係嗰陣其實就應該係冇咁容易去知道學習到，或者有人會指導你啊，你應該咁樣去揾呢個人啊，或者揾嗰個人啊，去呢個地方係完全冇嘅，咁有啲白撞嘅，我自己都要。咁就OK，咁後你做尾啱就好總之啦，我自己因為試過好多唔同嘅嘢啦，無論嘅能量療愈好啊、手療好啊，咁就我自己嗰陣咧就發覺重撥對於我自己嘅身體，或者我會發覺到除咗身體上，我發覺有其他嘅層面，即係嗰陣因為都唔係咁 sense 啲嘢嘅時候，我發覺唔同咗。咁開始去探索嘅時候咧，就後尾有人介紹咗我，你如果真係有興趣想學。即係嗰陣，我開始想諗緊，我想學呢樣嘢，亦都冇話特別想去做一個服務嘅。就話我想學呢樣嘢，咁都係陰差陽錯，緣分嘅真係。到最後我自己其實咧，總之就係佢都係開始會多嚟香港或者澳門嘅時候咧，就真係遇着咗佢。咁嗰陣咧，佢都有講，佢嗰個階段咧都唔受徒嘅。
因為佢覺得即係嗰個，因為其實 Dota B 可能如果未接觸過去咧，其實所謂喺呢個行業啦，去做療愈啊呢兩樣嘢，起碼講緊二三十年時間㗎啦。咁所以即係係啦，頭先先問到阿成，形容佢好老，但其實佢又唔係真係好老，不過只係佢喺呢一個行業一種服務啦，佢一種療愈上面嘅經驗咧，係講緊差唔多三十年嘅經驗，隨時有多添。咁所以我哋成日叫大老師啊，或者老人家就咁解咯。系啦，咁啊，总之就系我嘅所谓缘分下啦。总之系一个客人嘅身份去揾佢做一啲疗愈。我记得第一次揾佢嘅啫，次所谓试呢个人嘅服务啦。一个 session 之后，我话成个人点解争咁远？个人成个人即系 feel， 所谓好多人就话 feel 到 energy 嗰样嘢，即系嗰阵我系唔系真系咁 feel 到嘅啫，但我系真系身体上感受得到。唔係咁 view 或者係真係你完全個身體點解好似唔一樣嘅？咁我記得我當時即刻問佢：我入邊係咪好塞啊？跟住就係、是、你識呢個問題係啦係啦。咁我見過，如果有機會見過多得邊啊，就得咁我就咁啦。Yes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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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咁咁我就好温柔。即係如果接觸過咧，係一種好愛、好温柔、好開心嘅感覺嘅一個人嚟嘅。即係你喺佢個環境下接觸到呢個人咧，你已經覺得自己好似喺度療愈緊嘅。咁嗰陣我就記得佢俾我感覺係一尊笑佛，佢俾我感覺係一尊開悟佛，同埋一個我唔知點解我成日覺得佢係一個眾人嘅阿媽嘅一個好 motherly 嘅 energy。係啊，佢有一種好 caring 嘅 energy 喺度嘅。係啦，咁我唔打擾你，你嘅講多少少即係關於即係你。係啦，講啦，總之我就再分享多少少其他。係啦，咁我知佢公司後人。係啦，嗯，咁啊，你係啦，咁講下先。系啦，咁啊，总之就嗰阵就系一个机遇下，终于接触到呢个人，同埋我提及到就话，咦，我系想学 Sailing Ball 呢样嘢。嗯，咁嗰阵佢就有一个就话，系啊，同一啲比较真系好熟嘅客人，真系好想跟佢学嘅几个朋友仔啦。咁、嗯、就要去泰国，因为我系一个泰国人啦。咁佢屋企就系华人嘅。咁嗰阵咧，佢教授佢嘅嘢咧，就通常咧即系邀请所有人咧，就一定要去泰国度学嘅。啊！呢、這個其實我有問過佢嘅，係啦，即係其實如果香港啲朋友仔，譬如較早前有啲同學有跟老師去學 chanting 啊、諮詢師等等啊，我自己都好 highly recommend 我自己嘅 client， 如果可能係有創傷啊，特別係想好 work on 一啲好 deep 嘅 emotion 啊等等，咁都去翻佢喺香港通常 work 開嗰間酒店去自己 book 老師啦，即係聯絡酒店嗰方面嘅即係叫代表啦咁樣。咁亦都有一啲嘅 feedback 就係話，咦，我唔係淨係想揾老師去淨係做一啲叫療愈或者清理啦，我都想即係譬如 long term， 我可唔可以跟老師去學自我療愈？其實真係好多自我療愈。咁點解先會大家會有今年我哋會同多多 B 會做一啲慈善嘅 chanting 嘅 workshop 啊等等啊諸如此類？咁就叫涵接翻你哋話，佢原來以前係從來唔會喺其他地方。去叫開班授徒嘅，除咗以我所知，嗱要問你先知啊。以我印象裏邊就係佢會 train up 好多唔同世界一啲比較 top， 即係叫 top tier 或者叫出名嘅酒店，譬如可能係Six Sense 啦、Peninsula 即係半島集團啦、文華東方啦，有啲哇直情去到咩馬爾代夫啊，甚至乎佢今年又同我講飛阿布扎比就係咩幫皇室裏邊即係皇帝點啊，即係御用嘅 therapist 佢 train。係啊，佢自己係啦，即係佢作為一個老師，除咗係啦，佢會去做提供一個療愈嘅服務啦。咁其實佢另一個當一個身份啦，咁其實佢負責 train 好多人，其實佢係啦，好多酒店啦，講緊每次 train 係啦，唔係講緊幾個人，可能講緊係十幾廿個人，係可能係啦，成個酒店 group 唔係淨係單獨一間酒店，甚至係啦一啲所謂去到某一啲地方啦，甚至可能佢有時會去一啲叫不丹啦呢啲地方，其實佢真係有啲。接觸到一些所謂叫皇室的人，而因為有人接觸過他，其實都明白到他的療愈手法是有一個很獨特的地方的。是啊，即是如果我們以一個俗一點的字眼讓大家 understand， 寫字功力深厚，非常深厚，功力深厚。咁近排我哋私底下咪嗰次傾偈就係講緊你用一個比較得意嘅武俠小說嘅一個人物，佢就周伯通。嗱，我又知佢又叫我咁樣唔知有冇講錯啊？你會 face 我，因為喺我 understanding 裏邊，佢會叫 work with 好多唔同嘅靈波車啦，或者同好多靈波車結緣啦。喺佢自己嘅教導裏邊，佢好
提及到大家一定聽到呢個字，就係、是、慈悲啦。譬如佢，譬如喺嚟緊嘅工作坊裏邊，佢會去協助大家去學習點樣去叫 connect 啦，連接唔同嘅誒療愈嘅能量啦。包括譬如大家都有我聽過，譬如可能係藥師佛啦，或者龍寶啊、白道母啊。咁其實佢係我知佢係好 knowledgeable 嘅，係啦。特別是可能是藏傳佛教啊之類的，那這個部分你可不可以講多少少？可以啊，是啦，那我想因為剛才都是介紹一下，可能或者我們怎樣跟所謂 Dr. B 結緣啊，終於有機會去找他啦。那是啦，譬如再分享多少少啦，其實就是啦，如果 Dr. B 是作為一個老師或者作為一個療愈師，那其實他自己的歷程啦，純粹一些他自己都有跟我分享過的，就是他自己的開始其實他是一個護士，是啦，醫院。是啊，佢即係其實，所以變咗佢係好得意，佢好多嘢，即係佢好多嘢，可能係啦。我哋係嗰句成日話佢老人家，因為佢呢個界別真係太耐時間啦。即係佢係可能喺醫院一個護士學 nursing， 所以係啦，幫人即係針線啊呢類型嘅嘢係啦。大家有可能去診所、醫院見到嗰啲姑娘啊，咁就係佢都曾經有做過嘅。多啲姑娘俾我老。系啦，系啦，大家如果见过佢或者未见过佢之后，你如果去尝试去联想下佢系一个护士，你又觉得啊好得意，你应该唔怕痛嘅，又系嗰啲吉针之后，咁啊当然啦，跟住之后佢就因为透过佢自己嘅个旅程啦，咁跟住佢有接触过，譬如心理顾问啦，社会学啦，因为喺佢自己一个作为一个佢自己一个灵魂嘅旅程啦，咁佢自己帮到人，同埋希望。協助到的人，甚至所謂客人也好，或者眾生都好，就是希望個個都開心。所以我發覺到啊，正唔係啦，即係頭先所講 nursing 護士嘢，所以就佢跟住就學哦，心理係希望幫助人一個心態性嘅改變啦。社會學我又學過啦，即係譬如始終人有自己個別啦，咁但係呢個世界人類都最後都係所有都係互動嘅，咁呢個走不了噶啦。咁當然。因為呢樣嘢，慢慢佢就開始佢自己嘅療愈旅程啦，就開始所謂係啦，探索好多道家嘅嘢啦，中醫啦，所以當然佢係一個泰國人，佢亦都會有修讀過一啲泰國嘅一啲醫學啦。咁之後當然係啦，佢又會喺呢個過程入邊接觸到好多係啦，可能喺唔同嘅地方啦，接觸到好多一啲喇嘛啊，或者寧波車啊，或者唔同嘅一啲療愈方法嘅時候，咁啊開始佢會接觸到聲療呢樣嘢啦，咁由。好多人一樣，佢第一次接觸聲療，到佢慢慢去轉型啦，佢慢慢，我哋成日話啦，佢自己研發咗佢自己出現嘅，而家呢一套所謂重撥啦，或者喺能量振動上面點樣去控制啦，咁佢個歷程上面其實接觸咗好多嘢，咁亦都頭先你啱啱所講啦，佢因為亦都透過好多接觸啦，咁譬如可能究竟點樣去連接一啲所謂宇宙嘅療愈能量啦，無論你究竟係透過一啲心咒。等所講啦，譬如可能藥師佛，咁藥師佛嘅一個咒啦，或者藥師佛呢一個代表一個宇宙能量，就一定關於療愈呢一樣嘢啦。咁當然你都有提及過啦，其實所有療愈入邊，愛同慈悲都係一個好重要嘅元素。咁但係我哋究竟點樣真正去連結呢一樣嘢，同埋可能係啦，如果有人係想學習咗個療愈師，無論係一個職業或者可能幫身邊嘅人，你自己點樣係可以不斷持到呢一個能量？而令到你自己可以收到之後，同一時間去轉授到俾其他人咧。係呢個就係喺個層面。呢個我都想再叫追加去問你，因為我自己好多即係 client 或者一啲聽眾或者同學都會有一個情況咯。我唔知你自己有冇遇過，就係我去幫爸爸去做一個療愈，我幫我個小朋友做一個療愈，我幫我客人做一個療愈。可能我做完之後，我已經發覺哇，我個人好似點解？系啊，好似流，好似嗰个气球流咗气咁样样咧。咁但系亦都有一啲嘅朋友仔就系，因为佢系一个即系想视之为一个职业，咁个脑就好麻。咁我系净系如果净系做完一个 client 就已经冇晒电啦。咁但我可能每日要做可能三个 client， 或者想帮四个 client， 亦都即叫维持到生计啦。咁好现实，都入行嘅即系叫朋友仔。咁。我知 Dr. B 亦都佢自己都好強調一樣嘢，就係你點樣去 work with 個 healing energy， 而你唔會去內耗你自己，令到你做完嗰個療愈之後，你反而直接揾人去療愈你嘅，係啦。
咁所以佢個取向，以我所認識或者叫了解咧，就係佢唔係淨係僅僅去培訓人嘅即係療愈師嘅技巧，好多心法啦、態度啦、能量上嘅管理啦。因為點解會由12月17號 kind of 呢個工作坊，就係因為真係唔少嘅叫需求係啦。咁所以我同阿 Eve 先至，不如老師啊，你會唔會可以抽到時間破例喺香港教？怎樣去，例如我的指引叫鎖死 energy， 不要等它流失，鎖得，okay. 你知我不是一個療愈師，或者我做幫一些 client 去做療愈的時候，我是用儀器的，你做 tech base 的嘛，我跟 Dr. Nunia 是用電頻啊去 tune 的嘛，其實我只知道我要用什麼頻率去協助那個人的，但其實是個儀器做的嘛。咁話譬如你係個聲波嘅 therapist 啦，Doctor B 係啦，咁啊好多，譬如可能係有啲係學過，譬如可能係 scam 啊，或者係 quantum touch 療啊，能量法律，即係嗱，大家都可能如果你接觸過嘅，你都知道其實都唔係用緊你自己嘅 energy 嘅，都係去我哋叫做作為一個管道去運用呢啲頭先都提及過一啲宇宙嘅能量。而呢啲宇宙能量基本上係，如果懂得個方法或者啲 step 嘅話，其實係任何人都可以嘅，所以任何人都可以學能量治療就係咁解啫嘛。得任何人都係，如果你 feel ready 或者譬如好似 Doctor B 位啊 Matt， 你自己 drawn to singing bowl 係啦，咁你就自然好想 work with 呢個 singing bowl 咯。等於話 Doctor B 喺訪問裏邊或者喺 classes 裏邊都提到佢自己即係咁多年幾十年嘅 practice， 佢好中意用聲，而聲可以 bowl 或聲係 through 我哋自己嘅 chanting 裏邊，其實都係產生個 vibration。所以他的導向或者他的教學是會叫不同或者有他自己的 signature 是啊，如果是啦，即是我想我再分享多一點，就是因為譬如再綜合回剛才所說，因為他對於一個人啊，由身體層面、精神層面、情緒層面、靈性層面，他都真的非常之懂得每一個界面發生了什麼事的時候。所以變咗，其實你譬如我自己成日覺得就話跟佢學，你其實係透過一個老師，你有機會可以學到好多唔同嘅嘢，好多元素嘅嘢。咁而無論即係任何一個人最後學完療愈任何方法都好，你去協助人，即係就算嗰個技巧啦，係咩形式下去做，人睇到最後呢啲界面全部都會。牽涉到，即係可能你特別可能幫緊你嘅就算親人好或者客人好，係特別嗰個界面啫。但係其他嘅嘢，你如果都知嘅話，我覺得係絕對係一個好事嚟嘅。同埋啦，你都啱所講啦，因為除咗佢呢一個好似好表徵上面好明白到一個人你協助緊佢嘅時候，究竟你係佢需要協助緊佢啲咩嘢之外，老師對於心法呢樣嘢係真係好有心得嘅。我都已經係啦，早話我就近排有時有其他客人都問我究竟咩療愈？咁我有時都會分享呢啲嘢。咁但我自己都會覺得，我其實都繼續持續學緊，即係跟佢學緊，由認識呢個人十年八年到真係跟佢學嘢六年七年，有好多嘢我去到呢刻先至叮得翻。啊，老師嗰陣講嘅嘢原來係咁解。呢樣嘢就係老師佢有一種好又係啦，好獨特嘅教學方法，令到你真係會。哦，原來是這樣去做，因為他還會是因為因應你每個人，即是每個人學東西又不一樣嘛，他真的很想得到，譬如你究竟這一 group 人裡面真的需要怎樣帶動你們和協助你們去明白呢，這個我也都覺得是一個他很好的來的，他所以永遠就是哈哈哈哈的時候呢，他已經很知道大家需要什麼了。在他哈哈的時候，我經常形容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有一套我叫劇集啦，係黃秋生即係影帝主演嘅，係啦，咁啊叫《四樓的天堂》，因為可能即係揾完 Doctor B 之後都會feedback 俾我，我知道啊好好啊，即係多謝 Stephen 啊 Sir 你介紹啊咁樣，即係點解咁神奇？我都冇同佢講過，但係佢喺我身體掃一掃已經知道我身體邊個脈輪啊，或邊個部位發生啲咩嘢，佢會識得問啲問題，可能係同我同人有關啊。哦，原來我都冇同佢講過，唐桑，但係佢會知道，即係佢又會好 gentle 地會去問，去令到個叫做接受療愈嘅人，第一多咗個 awareness。哦，原來係因為呢件事件，導入呢個能量上嘅失衡。原因點啫？咁喺即係你知，我都接觸唔少嘅一啲老師或者一啲一般人會叫高人啦，即係全部都叫 read 到能。嘅人啦 ，OK， 咁Doctor B 係又係我會視之為個界別叫做人肉行走貪威化，因為我記得你當年同我講話，喂，
Stephen 啊，你上到去一阵见老师嘅时候做疗愈，虽然你 book 咗嗰个系 singing bowl， 但你唔好一个预设就系话嗰一个钟头里边就成个过程里边啊，我做 singing bowl is really up to 个老师去 read 你嘅 energy， 因为我见到好多都边有个特色，即系佢 signature 就系第一啦，即系佢都系 read energy， 然之后都系叫做因材施教，或者系针对你嗰个能量嘅状况里边，佢去知道喺可能我哋话斋。身體的層面、啊、肌肉的層面、啊、經絡的層面、啊、可能筋膜的層面、啊、情緒的層面、啊、信念的層面、啊、靈性的層面，這七個即是 Tommy 我經常都會去幫客人、沒錯，這麼多層他一次過看完，然後他落那個比重，用他不同的手法、啊、有時候他可能要你 involve 一起去做 chanting、沒錯，打開你的心，因為我記得那次很多年前很有印象，我不知道你記不記得，即是你介紹了我認識，我們在即個酒店的大堂裡面，那六日都會說到記到我今天，就是他說如果一個人如果很大壓力，身體的肌肉很緊張的話，其實心很難開，心很難開，其實療愈很難發生，或者心不開的話，其實一個人也都未必願意或者準備好 去看他裡面自己一些內在的不同的氣碼，咁而個療愈就發生唔到嘅，即係佢好簡單兩句，但其實佢裏邊已經涉及咗佢咁多年，無論佢自己 offer 俾 client 嘅服務啦、訓練治療師啦，譬如佢過去喺香港，我諗有十年去 work with 即係某一個酒店集團裏邊，佢比較知道我喺十年嘅經驗裏邊，香港人嗱，譬如香港個賭原來一個賭，原來都會影響到香港人嘅energy 啊，即係佢嗰種。即在这个范畴疗愈的范畴里面那种薄荷那种通透还有我看到他另外一个特色就是他的东西呢他倾向不复杂的他要简单有用有效果可以做到那个叫 healing effect 没错 keep it 要很 simple 很 simple 很 simple 但是要不断持续地去 practice practice 即是要勤力我觉得跟 Dr. B 学的东西就是不會是學誇張啲五百樣嘢，佢可能係幾樣嘢，但係要不斷深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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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化，就等於譬如我自己都叫訓練過學生或者徒弟去做諮詢師，有啲係真係老套 practice 先至可以 make perfect。咁係學你話齋無論大家係諗住真係將來成為一個叫專業嘅療愈師啊，或者你係一個叫家庭的療愈師，這個不是加牌，是說是你為伴侶、啊、老公、啊、老婆、啊、男朋友、啊、女朋友、啊你的女兒、啊、孩子、啊、okay， 上有高堂、啊、爸爸媽媽去做很多不同的療愈的時候，我覺得是很值得，如果你感覺到同都比投緣，因為我經常都說去跟一個老師或者同一個老師接觸學你或者即你可能十年八年到他們跟著他六七年我覺得接觸一個老師或者跟學員，一定你問我緣分嚟嘅。嗯，絕對係。有很多好好嘅老師，世界有很多好我哋叫功力深厚嘅療愈師等等。但係你接觸阿 A 老師或者 B 老師，一定係有個緣分喺度。譬如好似我亦都咁多年，一定係好多人跟佢學過嘢啦。但可能學一堂或者一個 workshop， 咁有一個緣分。但係你就係跟足佢依六七年好 close 喺隔離。咁啊，謝謝你啦！今日同我哋叫多咗一個閒談傾偈，又等大家又我都幾得意嘅護士嚟 ，OK？ 係啦，認識多少少，係啦，咁啊，等大家認識多啲 Doctor B， 咁啊，同埋佢嘅教學或者佢自己作為一個老師嘅一啲叫做取態定位重點，佢會 focus 嘅嘢。好，咁啊，臨尾就即係一啲真係資訊上嘅分享啦，係啦。咁啊，嗱，呢個就係踏上療愈師之路嘅一天工作坊，係啦。咁個時間就會係12月17日，卡入都係 full day 啦，係咪？阿 Matt， 十點到下晝啊六點啦，係啦。咁啊，基本上有啲咩人適合？其實我哋啱啱我同阿 Matt 傾偈都有分享過，打算我叫入行去做一個專業嘅療愈師，或者我覺得作為我自己一個叫諮詢師。我覺得都會 benefit 好多嘅，服務自己即係 on love 跟多多 B 學嘢，咁或者你自己本身去想學自我療愈啦，或者一啲你想幫你身邊嘅你愛嘅人嚟關懷人做療愈啦，係啦，或者你想加深
係啦，你自己本身你自己 existing 嘅一啲 practice， 一啲 healing practice 嘅朋友咧，我覺得都好合適嘅，係啦。咁除咗呢個工作坊之外咧，係啦，咁另外咧啊，就我會形容為老師一啲叫做行雲流水，我覺得佢同 Topo 好似簡直好天人合一嘅，我咁樣形容嘅境界啦。咁亦都喺另外一個人字係啦。早一日係啦，咁啊頭先嗰個就係成為療愈師，就係、是、一個 full day， 就十二月十七。咁十二月十六星期六咧就有兩場嘅，即係朝頭早同下晝咧。咁依個就係阿 Dr. B 即係大老師 offer 一個 group 嘅 singing bowl healing。因為係啦，我較早前另一條近排嘅短片啦，即係同一個好朋友阿蘇有即係 cut 落條片裏邊有涉及到少尖星嘅嘢啦。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印象我 cut 落叫賴過就係、是、因為金星同海龙咧，即系你知海，我唔知道有咩事，知唔知？即系海，系 moon， 系啦，就系、是、啊，你知啦，个 moon 定。咁所以由即系 kind of 由十一月中至尾下旬啦，去到十二月成个能量，其实都好合适。佢真系做一啲好 deep、好 deep 嘅 healing， 因为特别有机会喺嗰、那个啊、嗯，即系家庭关系上边啊，即系同父母关系啊，同弟兄姊妹啊。如果大家已经可能系拍紧拖或者结咗婚，可能你会同伴侣里边，我又唔敢讲话，一定会多咗拗撬。因為喺呢一個我叫我哋 human design 成日講喺呢個 transit 裏邊，因為大家都係有意或者無意識係經歷緊或者學習緊喺一段關係裏邊，我自己係邊個？咁亦都好多可能係一啲 childhood 啊，一啲 trauma 啊，細個大家一定聽會開始浮面啊。OK， 咁所以基本上十二月係一個所以你問我一年365日其實都係合適做 healing 嘅，係啦。在这个 chance 底下呢，可能你里面会更加 feel 到我需要一些 support， 或者去 deepen 一些本身大家可能已经做了一些 healing work 的你自己，去 deepen 再提深一点，提深一点，提深一点。我觉得大家就可以去 kind of 叫把握啦，是啦，10月16号这两个 group 的 singing bowl 的 healing 啦，还有13号这个 event。好吗？那我想 keep it short 啦，我们这个短片，是啦，那啊多謝 Max 啦，亦都你有個原來一個好靚、好 vibrant 嘅 colourful 嘅背景啦。分享呢個 energy 俾大家。好，咁啊，其他嘅節目短片裏邊再同大家見面，分享傾多啲有關唔同關於身體、心理、情緒、靈性有關嘅一啲題目同一啲資訊啦。好啦，拜拜。拜。